玩弄感情等于不认真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不结婚等于不认真，等于玩弄感情。中国网络用语“爱情远视症”，用来形容一个人对感情有着好高骛远的理想，因此经常向情人抱怨现况。你也有爱情远视症吗？快来玩小猫老师的文具占卜。从一开始，请凭直觉选一种喜欢的文具。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 选滑鼠垫的人，爱面子的你，平时虽不会抱怨，但只要旁人的感情美好程度比你高，就会马上对情人百般挑剔。爱情远视症指数50%。选垫板的人，你的控制欲很强，总是要求伴侣成为你理想的样子。当若对方强烈反抗，反而会收敛。爱情远视症指数70%。选橡皮擦的人，不切实际的你，总是将幻想与现实做比较。只要另一半不符合幻想，就会不停抱怨。 爱情远视症指数90%。选彩色笔的人，你很知足，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快乐就好，不需要追求太多理想。爱情远视症指数10%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